这个敬老年金的啊礼金啊哈，已经发放了22年啊，今年总共发放22,257人啊，总金额是1,3354万啊，这是彰化老人特我们的长者特别的福利了哈。那我们已经持续发放了啊22年了，那这对彰化的财政来说也是一笔很大的负担的哈。我们要花到总预算的3%哦，所以虽然是一笔非常庞大的一个预算。这个刚好发放这个民国38年以后的长者，那战后是34年，民国34年战后，所以那个时代可能有婴儿潮的现象，那加上医疗的技术提升啊，很多长者的寿命都延长了，所以今年的数量有增加了将近1000多个人，对财政是一种很严厉的挑战了哈。所以已经今年我看已经占掉整体的财政有13%多了。所以通识公所如果没有新币裁员的话，这个将是一个预算一个很庞大的负担了，那对建设也会造成很大的压力。这一年过做几次的过路财神呢？2次，还有一个重阳节。这样一次要算多少金额？大概这一次是300多。300多啊？对，因为我有536位。嗯。那会不会算的这个钱其实也开心也不开心啊？好像算的都是别人钱。我们很开心啊。是。怎么说？因为是给我们彰化市的长者。我们彰化市才有多少啊？一个老人家每一位长者有6000，哎，然后要在我们彰化市要住满6年啊。那你这个礼这样子大概可以发出几百万啊？300多万。